说老三大是三小，咬一口大。像第一任的新闻记者里面，对，说新的，然后三秒钟打快点。有没有自愿的？好，谢谢你啊。有问题啊？二十八。好，那这时候上课写心得，上课写心得就帮我写一点这个，有没有？好，帮我写在这个二十八的旁边。你要跟我写几个字啊？300哦，没有啊，尽量写就好了，不要老是有内容比较重要。好吧，那五楼的教室确实蛮远，不对，应该是六楼，因为你们要先下去地下室嘛，吃的上来，就是要爬六楼，很辛苦。但是呢，因为我们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办法等那些还没有进来教室的同学的话，我要先上课了啊。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要讲的是钟楼怪人，然后我希望，也是我要把这个所谓的灵性修养这个主题，我们生命教育第五大主题整个完整的做总结的，啊，所以我选用灵性那个什么钟楼怪人，我在价值思辨我选用了什么美女野兽，我在终极关怀这边我用了什么都会很影响和合业总会。我都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各位同学思考关于人生的事，就是那些事情啊。好，那林清耀，我之前前两个礼拜有说过，它是蛮抽象的课程，就到底要怎么样啊，比较活化一点的。今天这两个比较不会太闷的哈。那《钟楼怪人》里面呢，因为这个电影，我觉得故事题材很单纯，就是非常非常单纯，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它音乐写得非常的棒，就大概会听到五个段落，在这部电影里面五个段落的音乐，好，那从这些音乐里面来反思跟人生之间的关系。好，那可以帮我帮我关一下那个讲台灯跟那个中间两，你们是中间台的，第一排。没有。也没有。不喜欢。不是不喜欢，不喜欢在学校教音乐，因为在校园教音乐是一个很成就感。对我来讲。看到，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来了哈，按照拍点线，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说老师需不需要。没加油，知道吗？哇，没想到你没想到。来了。啊，你们怎么一票人突然上来了？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是倒霉好。好了，那我们差不多也到齐了。那我们现在问一下这个钟楼怪人一开头在讲些什么样的事情？好，电影要开始了，该买的都买了，该吃的都吃了。好，安静，开始了。那是因为我喝酒。不是，怎么说不翻滚呢？
斌呢，他要来描述一下关于这个斗塔发生的事情。他讲的是中文怪物。我丢垃圾在残障厕所，我要被社团组当人。很高的黑暗的钟楼里住着一个神秘的敲钟人。你说他会是谁？谁？是什么人？什么人？他怎么会是神秘的？闭嘴！好，我跟你说，告诉你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人和一个怪物。在一个黑夜，发生了神秘的变化。我发现，哇塞，四个警察在人群中一拖行，小乔，你小乔，你到了，快去我前面吧。只见警察中带着他们，唐僧打了空虚演戏，看见他们都比巨兽强，莫名在眼前摇晃，说快。想要进一个脆弱的世界，当发现一道火充满腐败和邪恶，把这个邪恶跟人家同叫唤认识你了吗？好什么东西？这一定是偷人，去把它拿回来。他逃了。开始描述了这个岛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家乡摩罗怎么来的？
他事实上他的母亲就是提着在就是那刚才那个妇人，对不对？他是因为被这个波洛逮到，那波洛眼中就是正义啊，就是清白，他就看惯那些所谓低俗，他认为低俗的，他认为那个肮脏的，他认为那个什么不入流那些，他看不惯哦。啊，那他就想要去捉拿这些人，觉得这些人就是会胡作非为啊。那结果呢，他看到这个怪物，怪物长得很丑，怎么样，想把他丢到坑那个什么井里面去。然后而且第一时间被这个圣母院的主教发现了，阻止这个行为，而且必须要波洛去抚养这个男孩子，抚养到大。好，那这边刚才前面说，到底哪一个是妖魔，哪一个是人呢？那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最常出现一个对比式的东西啊，那到底哪一个是妖魔，哪一个是人？我们看看外表的，再来看看这小女孩好天真，好可爱，事实上她才是真正邪恶的一方。这个男生，这个青少年，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少年，事实上他可能散发出了一种光芒，他是一个天使。到底哪一个是妖魔，哪一个是人？而人呢，常常都总是怎么样？只是在于什么？只看外表，很少真的去看到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生命教育里面要让各位同学要学习独立思考，而不再盲从无知去跟从别人，从外在去看待一件事情。因为你外在所看待一件事情，常常带有偏见，带有成见。那我们怎么摒除那些所谓的偏见呢？更重要的，我们要找回人性的那个价值，所以要人学探索，来找到人的真正的善良的那一面。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说，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子？这边很多的角色，刚刚我们看到高洛宾，我们也看到他去墨多，也知道圣母院的汉斯罗洛法官。我们知道这些人物角色里面，那你又像是哪一种呢？那等一下还会出现艾斯梅兰跟费里斯啊。艾斯莫多从小被限制住在这个圣母院的楼塔上面，时间到了就是负责消毒。波洛法官跟他讲的没有错，有一件事情就是外面的世界是邪恶的，外面世界是可怕的，你千万不要去外面，因为外面会攻击到你，内感很重。OK， 所以波洛法官讲的也没错啊，确实是这样子啊。好，但是其实什么样的原因他会想这样说呢？好的，在对于这个加西莫多，他每天就在看到巴黎市民在那走来走去，他都向往那种自由的感觉，他也很想生活在人群当中啊。所以他能吗？被教育这件事觉得不行，因为我要保护你。好了，看到这个加西莫多的遭遇，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女生，长发公主乐佩，魔法奇缘的乐佩，是不是也是一样？被那个偷走的妈妈说什么？因为那个有一个老巫婆会把那个乐佩偷走嘛。他可能告诉他说：“外面世界是可怕的，你就是好好待在楼塔里面啊，我会来保护你。”好，可是对于这两个人，不管是乐佩也好，加西莫多，他们想不想自由？他们当然向往自由啊。可是他能不能追寻到呢？不知道。乐佩每一年的生日，他那一天就看到外面在放着天灯，那么自由的往上飞，可是他很想要，就像加西莫多一样啊。好，他的梦想就是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这边讨论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加西莫多困在这个高塔里面，他不自由吗？那拥有很自由的、拥有很高权位的那个波洛，他真的自由吗？好，所以我们先思考到第一个，什么叫自由？好，第二个，你真的在追寻自由的同时，那我们可不可以？你要选择做一件事，改变。我们就在灵性教育说，你要破碎，对，把旧我、老我都把破除掉，而从价值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行动，行动就是要改变。你又愿意去改变的追寻真正有自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加西莫多在追寻自由的这一段。看了街上的太阳光，走过我面前，很想自己躲在他们。我要仔细看哦，这段很精彩哦。日出日落，星星闪烁，月缺又圆圆，独守钟楼，我却年年孤单。这或许是前世注定的缘。要我今生只与你们相伴，我的前世就已注定这样，你永远永远安全，永不改变。看怀念，要滚滚烦恼，给我自由空间，远离那黑夜。人是蓝天，改变，我想要一切，改变永不悔，永不怨，只要曾经有过。
所以各位传下来要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呢，要当然选择什么好改变，就是老妈说家庭魔头看着这群人们都是的自由，他也向往的自由啊、哦。好了，看着到这一段，各位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画面，就是彩蛋。哎，我就知道，哦、经过彩蛋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任何人有反应啊、哦。大家没发现里面有个彩蛋，很大一颗哎、欸。嗯，不是，很大一颗彩蛋，然后很明显，而且这两个礼拜前我还上过这两课，都没有哦。上课我会难过的，要是考试怎么办？好，没有考试，哎、欸，好。好了，我来给大家看彩蛋哈，我放两次哦。第一次在这边喽，可以仔细看喽。看到没？看到要出现喽，出现了，出现了。我会在永恒中等你。再一次哦，我在画面停一下。我一看你晃，结果没看，没看到。就这个啊，贝尔啊，美女也是里面的贝尔啊。这个啊。好，我再放在手里面。看到没？看到了没？贝尔就是贝尔，是他。好大。但是他了没？哎，我两个礼拜前的，我是不是那个时候我是不敢把画面停留在这边？我说各位有没有小时候玩过寻找的威力？有没有？然后我说那个贝尔是三年，我说寻找威力，帮我寻找看，这众人当中有没有找得到贾斯顿？然后我这一段影片我讲的是做你要做你自己呢，还做别人眼中的你自己嘛？然后我就特别画面集中在这边，我想告诉大家他们的服装的配色的那个色彩学有考虑过，为什么贝尔的衣服没有这么华丽，但是非常朴素，可是非常的独特，因为它是一个白领男裙，对不对？它是这样子，但是其他所有的人们都穿一样橘红色系列的衣服，男生女生都是一样，所以这样你们反而跟他们去选择喜欢做别人眼中自己，但是贝尔选择做他自己，所以在这边要出现。然后第二个，我据我说，在三四百年以前，女孩子是不能读书的，也不太读书的。那但是贝尔他那时候不是唱拿了一本书，人类要生活不该如此，然后一直看这本书，完全 chapter three 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为什么他喜欢读这本书？到第三章后来才发现他是王子，所以在这边贝尔就出现了。好了，接下来没有彩蛋了，这种不用慢慢找了。那人生三问到底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第二个，人如何活？像人如何活出知情合一的生命呢？怎么活出灵魂的生命呢？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答案哈、哦？那我先给比较官方的答案来做参考啊、哦，不是知识答案，不是标准答案啊，我是给你们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参考答案。人应该为爱而去活着。当你追逐真正去追逐爱的那个表现的时候，事实上就会追出来所谓幸福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向往着幸福的人生嘛，但幸福不是钱财，不是名利所得来的，幸福真的是要有爱为出发点。好，那该怎么活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样从中间取舍，做出正确的选择？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有一堂课价值思辨，我们就说老先生骑个脚踏车，各位同学要不要去扶他？你们大家都要去扶他，可是我反问说，那去扶他就会导致他全身全身骨头断裂，要赔80万，要不要扶了？不要，要赔不要，对不对？我的面对，可是你知道什么是善，你愿意做，这是一件好事情。好，第三个，怎么样活出知行合一的生命？在我们前两个礼拜开始就已经说到什么，怎么样才活出知行合一？怎么样知行合一嘛，对不对？那你要过的如同行尸走肉般人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面讲到什么？像谁？猪八戒。好，我们在这个《师徒夜车》里面讲的那种冻僵尸病毒的那些人，我们甚至在这个哎，就是两个人，我刚才讲盲从无知啊。好，这个像是孙悟空一样啊，就如同《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或者《师徒夜车》里面那个什么客运站大叔，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物角色是谁？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的贾斯顿，是不是当了什么衣冠禽兽？还是你愿意像活出一个知行合一的生命呢的人生呢？那就是《蜘蛛列车》里面的妇女跟那个小女生，或者是这个《美女特》里面的贝尔，或者是这个唐三藏，还是你啊？更可悲的就是盲从无知型的，当盲从无知型，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你要当盲从无知型的那种人吗？因为我们生命要一直盼望各位同学，除了思考人生当中的课题以外，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活出做一个更好的人。好，作为一个更好的，所以我们要提出灵修六原则。我这边分为三个颜色的四个部分。
红色这个部分对于所有有生命的都应该这样子。那橘色这个部分对于人跟人之间都应该相同的模式。那绿色这个部分是对于自我的要求。好，那我这边提到这边，12月19号礼拜六晚上10点以前，请记得要缴交这一份作业。这个作业就是灵修六原则任何一条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上面。不要编故事哦，啊，真实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不要写过去式，啊，你生活上面可以应用到哪一件事情？好吧，你生活是事件描述一下，然后呢，就是你就写到我应用了哪一个原则，或者哎，我想到这个原则，我曾经有这样子过，啊，曾经的意思是这学期的阶段啊，你应用哪一个原则？好，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自我省察自己，能够觉察自己，通过这个部分来觉察自己做的动作啊。那我们接下来分三个段落来看，好，在每一个身上看见神、看见佛、看见人，第一个去爱，第一个去给。啊，对于这个加西莫多，他要选择改变，踏入到人群当中，没想到这次的人群当中是什么？是一个一年一度的愚人节庆啊，不是万圣节哦，因为有人会说是万圣节，是愚人节庆。在这愚人节庆里面呢，他大概感受到人们的欢乐哈，但是没想到他也却在这个里面受到了很大的伤害。Thank you.
但请不要激动，我们要找的全巴黎最丑陋的面孔就在这里，亚西莫夫。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的盲从无知的那些不能独立思考的这些群众，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就跟着去做这些，然后觉得那个被我们整很好的。我觉得可悲的是，在这些盲从无知他们在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类似的这种状况，班上有一个大家都干掉的一个同学，然后呢都不喜欢他，然后觉得他很恶心。你们小时候应该也是有，你也干过这种事啊？又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很讨厌他，然后要集体讨厌他。但是我呢，其实我还蛮有良心的，我没有讨厌他，但是我也没有特别说想要对他要这个。然后大家就觉得，然后开始传那个联络簿、传作业的时候，老师同学会传，然后每次拿到，所有人拿到他，呀，好恶心啊！然后就打过去啦，这样丢过去丢地上的。真的做这种事情，然后脏了，真的吗？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不跟着那么做这个行为，好像我会被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开始我必须承认，我也像那盲从无知，我就开始跟他们大概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做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就发现怪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都不能，我为什么要去欺负他呢？他很可怜哎。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我什么都我就不欺负他了，我不跟人家多的战局，因为全班真的5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48个小朋友讨厌他，那我就那也不讨厌他。好，
好，那我就怎么样，我就选择不做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也没有想要特别跟他示好，可是我到我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有点懊悔，我当时那个将近一个月，我曾经也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笨，我怎么那么呆，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好，大家还没有感触，来我问一下各位同学，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大家都有手机的网络，来我想问一下，来大家诚实说，诚实说，不是诚实说哈，现在要诚实中了哈。哎，你们的 Facebook 啊，平常都会去点开那个靠北版中的规矩，没关系，点开点看看 OK 的，我也会看到的。我刚看也在看啊。OK 好，阿锦放下。我第二个问题你不要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不要回答我，你有没有匿名在里面留言？没有，不要回答我，不要回答我。你有没有匿名在里面？好，那我这样反问的，那你在里面匿名留言的时候，你确定你所看到的事情，你所说的是真的吗？我反问，你确定你所做的是对的吗？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吗？为什么人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呢？各位懂我意思吗？各位觉得对等吗？一个人被提在范围里面，一个被公审，一个人被公审，然后另外一个人却躲在键盘背后去公审他，放大家来公审他，是对等的吗？于是大家都不能去好好去思考。我想请问一下，反观回来，加西莫多做错什么事情？他有做错事吗？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做错的事情，他只长得比较丑而已，或者他不听佛罗法官的话。OK， 他有做错没有？但是我问，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公审一个人，去把一个人提出来，让全部的人来公审他？那你觉得这是我们该有的样子？当然可能各位会觉得，哎，有时候大家都这样子，可是我说大家都这样子，那你不要这样子，我们都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学校校园文化更好？去年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很想认识这个校园，我没有办法从官网学校的网站上面认识这个校园，因为那很假，那是假象，而且那也没什么更新，就顶多就是谁得奖谁得奖，我看不出来这个校园是怎么样的校园。可是我是战战兢兢来到这个校园，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很快速的了解这个校园在做什么事？很简单，任何一个校园都是一样，看它的市文化，市文化就是什么？看它的靠北匿名。有些黑客文化是，那黑客文化就是它的市文化，看它里面在做些什么事情，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学校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好，那我觉得，哎，反正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了，真的，你在这个市文化没想到，哎，你们看过那个真的可怕的市文化？哦，我不想讲到你们学校，那就拜托就笑笑就好了。比如说什么薪水小偷啦，上课迟到早退啦，然后什么电梯啊，或者电梯啊，怎样子啊，什么都会讲的啊，都是有蟑螂啊，有头发啊，然后什么尽责啊，什么好讲这些。OK， 好，我跟你讲，一个学校怎么判断一个学校好与坏？一个学校学生的素质，我讲学生素质不是学校好坏啊，一个学校学生素质从黑客文化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当这个黑客文化一直不断批判老师这件事情，我不是说帮老师说话，有些老师真的很值得该批判嘛。可是他一直不断批判老师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代表着这个学校的学生有问题，是不是？因为当我们在说老师薪水小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是女同？我们在骂老师、骂学校行政效率不好、骂老师迟到的时候，那请问各位同学，你们都有准时交作业吗？有时候没有。哎，于是我们就把一个人拿出来公审他。重点是，各位知道 ISIS 什么 ？ISIS 对，那个组织，那很可怕吧？那个组织很可怕，把一个人怎么样？把他拖出来，在沙漠的时候戴上头套，所有人看着他被我们枪毙。那个画面，各位你们看过那画面？网上都有这画面，对不对 ？ISIS 组织，请问黑客文化不也是这样子吗？把一个人带了出来，蒙住他的眼睛，他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攻审他，然后所有人在看着他被大家凌虐，被大家骂，被大家嘲笑，按赞按分享。那这是我们人所该有的样子吗？啊，我觉得我为什么想要在花莲时间在这边讲一些？请问加西莫多有做错事吗？如果真的你不爽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勇敢的站出来跟他面对面讲，我相信可以改变。可是如果这个文化一直不断产生下去的话，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就会产生，真的。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就会产生，那么就不用讲人情味了。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我真的希望从我教的班级开始改变啊，从我有教的班级啊开始改变。你可以去看，但是你觉得不管怎么办，请你不要按赞，不要按分享，什么都不要按，你就看过就好，就像我一样，看过就好，要不然你会造成更大的对于那个当事人的一些伤害，你可能也不知道啊。我这是每班都会讲的事情，那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从这边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人所该有的样子呢？好了，这个于先生这个时候呢，那个罗勒法官下达命令要去捉拿艾斯梅拉，然后捉拿艾斯梅拉干嘛？让他成为自己的女人。那这一段我们其实，这一段其实我们在那个终极观那样都有上过，有通过。那我希望各位同学再听，练一下听，可能又有不太层次的这种感受。艾斯梅拉。人生当中最苦难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个吉普赛人啊，人当中最苦难的时候，他到圣母院去寻求避难，他做了一段的祷告。那他的祷告是跟上帝啊，跟上帝，因为这个里面有点区分哦。他在这个教堂里面呢，所有的人民都可以进到这个教堂做祈祷。啊，艾斯梅拉也是躲的，他是躲在这个教会，他甚至也在怀疑。上帝，你到底能不能听见我的呼求，我的祷告呢？但是他在信仰的层次，他是坚定的，他知道我的祷告你是会听的。但是，请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苦难的人。那这些苦难人就是他所谓的吉普赛的人们。山西西方不再饥荒，带来的祝福和无限希望，求主赦免与吉普赛人，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艾斯玛什么都没有，当做这样祷告。可是你看到这些所有的人呢，他是走在方向，他们都拥有这一切东西，但他们觉得还不够，就像是我们在前两个礼拜所看黑洞子一样，看得里面不断得到，还是在得到，多还要更多。艾斯梅达祷告是为了求你能够施恩怜悯在你的人民上面，在所有的吉普赛人上面，但是这个伯勒法官是为了自己。艾斯梅达是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人生当中非常的卑微，但是伯勒法官认为自己是一个是别无瑕疵的，是一个优秀的人。艾斯梅达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那这个伯勒法官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即使我不好也都是他害的。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这段很讽刺的一段的波罗法官怎么说呢？
身自豪，知道我的每个的功德。我生无太阳，你知道我高贵纯洁，我不同那些卑贱的普通人。知道死无太阳，为何他不见到他，让他也去治病我灵魂。难道他看见他，阳光洒在他秀发上，我的火中烧光，不由你乱。想起那火焰，他是我手熬煎。引诱我走向罪恶深渊。不要怪我，我没有错。怪怪那爱是伟大燃起这把火。我的心，上帝安排，我承认这个要我永远承诺。再让妖魔得逞，别再让妖魔吞噬我的魂。毁掉爱的美吧，别让它藏着地火，而除非让它属于我一个。欧罗罗大人，那金乌贼人跑了。什么？小唐尼都找遍了，他逃了。怎么搞的？没关系，出去一直生活，我会找到的。就是烧掉整个巴黎，我也要找的。没火焰，那个家伙来挑选。这是我，那是我，不归我就为祸。所以他真的下达命令去说他看每个人住户里面到底有没有私藏任何的吉普赛人。那他后面又花了一番讲，那我就烧了人家，终究他们都跑出来，然后逮到了这个所谓的艾斯美达，就他就当众要怎么样，烧死艾斯美达，当众要烧死掉他。那这个时候面对到人性的挣扎选择的时候，那个加西莫多要选择救艾斯美达，还是要选择听从这个波洛法官的话。他面对这个很大的挣扎时间点，他就决定说：“我决定我要去救艾斯美达，因为法官就是讲的都不是正确的哦。”所以他选择走出这样子，就那一般经过一般的殴那个殴打，然后甚至连波洛要杀死那个这个加西莫多，然后就他跑到圣里面的最顶楼了，然后就被他那个杀神波拉自己把自己吊下去，把自己就摔死。人家说过迪士尼动画呢，坏人都不会被杀死，都是自己死掉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于加西莫多，好像在这部影片里面他是个英雄，因为他选择做对的事情啊，折扇助人不变水源，成名正心戒慎恐惧。但是呢，他到底能不能再次出来面对人群呢？他也因为人群而受到伤害，但是他能不能重新返回到人群当中，对他其实很害怕的。好，在当中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就这个，我也不认识她。那他呢很特别，就像是那个美女与野兽里面的阿奇一样，选择给予一个善良啊，先给他一个善良的一种温暖关怀的眼神，来关心的这个所谓的加西莫多，告诉他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的丑陋，只是善良的，是美丽的啊，给他一个这样的拥抱之后，大家终于认定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好，
那这边这一段的歌曲呢，也是在整个影片最开头也会再次出现。究竟哪一个是妖魔，哪一个是人呢？可能不该只是单纯看着外貌而去判断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总该去追求真正的自由的人生。是讲到第二份全民教育作业，您就有人得利用。